小姑娘没事，我求你，外边正在下大雨，俺妈妈今天做一个不一样的丝袜汤，等一下看俺妈咋做的。你把那皮给它刮刮。你不不会放那儿的，放这儿的。刮刮。放那纸的。哎，你这好啥的？我感觉这好闻哈，这比你那儿的比你那儿好闻。我那儿没习惯。这搁街上买点吗？哎，妈，咱这下来都没人吃了，你说咱俩抢到点了。这得切厚一点，切厚一点，它一煎一锅都柴。淀粉倒入中饭上，给它结了好，少放一点面粉上，就是那个面粉。Thank you.